小俊，拜托你，一定要把我的媳妇找回来。哥，小俊若真正是让你抓走的，就我跟你做伙去把小俊找回来。我给你一个至尊对决的机会，你若赢我，我带你去赌。我大嫂就是为着要调查这件代志，人现在不知道去找去哪里。啊，小轩叫你去啊？哥，人是找去哪里？柯小轩这么早的，兄弟，你找了啥？为了保护北台的囡仔，我一定想办法离开这。你想要创啥？别跟我来啊！你已经走不路啊！你别跟我来啊！这个是如意的健检报告，如意应该在明天里去因病院的肿瘤科做详细检查。伊的身体状况看起来严重。小姐，到今麦还袂找到我的媳妇哦，局长，拜托你，一定要把我的媳妇找到回来。哥，小轩若真正是让你抓走的，就我跟你做伙去把小轩找到回来。我给你一个至尊对决的机会，你若赢我，我带你去赌。阮大嫂就是为着要调查这件代志。人现在不知道去找去哪里。啊，小轩叫你去啊？可人是找去哪里？恁人敢真正才拄识识？我看恁人讲话的模样，可能识识足久啊，就是。这件代志，我弟想要跟你讲，其实我跟如意。我来顶头，如意。你哪敢伤害伊哦？我死都袂把你杀。不良分，刚这个世界有两个查某人对你这么失重。无你先拣一个回去，另外一个，我等你摕钱，我才放人。讲，要倒一个，我找听人无？柯小俊这么早的，兄弟，你走了啥？为着保护北台的囡仔，我一定想办法离开这。你想要创啥？别跟我来啊！你已经走无路啊！你别跟我来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